在是早上的9点多，预计呢要前往龙潭去看鲁冰花，然后也是一个遛妈妈的行程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车去接妈妈吧，出发！妈妈上车，系安全带。我们要出发喽！嗨，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，终于抵达了龙潭的鲁冰花园区。然后这里其实有停车场，但是离比较远。如果你要来大北坑看鲁冰花的话呢，建议是在附近找合格的路边停车的场域，才不会就是住太久。那我们现在去看鲁冰花吧，出发。然后这里呢，其实鲁冰花已经盛开蛮多的了。另外今天天气很好，有很多人来赏花，但是风就有点大。然后大北坑这边的园区呢不算很小，就是除了这一片花园之外啊，另一边其实主会场那里其实也有就是2到3个花店，然后被满满的鲁冰花包围的感觉还不赖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也可以趁着好天气来到就是桃园的就是这里大北坑来看鲁冰花。那我们继续逛吧。跑到了大溪来吃面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